要看电影？不用，他不用看没关系。已经开始拍了吗？对。志工，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当志工，所以我对自己要求不太多。然后大部分就是我想去体验就对了，然后不想要有太多抱有期望。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算是一个小小的自我突破，然后希望以后有更多机会再接触这方面的事情。Thank you. Okay, I got it.